把东西都拿全了。又拿那盖的东西了。你问人？那那也呗。到人老看看车上家那味儿啥样，如果人老味儿不好的话，再到去看看家那肉味儿。开这个车试呗。哎，这个道，190000，也能到到那儿也得大一点。那你慢点啊。你问人家道呗。绿色出行，挑选公交，使用。只能说那个打个的呢，然后是跟那个公交师傅说，公交师傅说坐公交车就行，走20楼到邢台东站，10几分钟到了，还有时间，坐公交吧，在这等等。生活的重担在肩，这次出去学习是为了提高自己，增加自己的收入，俺娘也快化疗了，然后是瞬间需要人照顾，现在黑夜放假了，需要正确引导孩子，这次出去，就是为了更好的生活，拼搏努力吧。扫码成功。扫码乘车。好嘞，东站了呢。小手小薇多好看。进站考试，进站。注意，给我早上这会儿提前刷完。好了，我这一天给你刷了。我再让你刷身上。身份证从这儿来，不用你走了。好几年没有坐过火车了，也没坐过高铁。现在进站不用取票了，直接拿身份证进了就行了。早到个小时，然后在候机厅这儿等会儿。给签票了，然后是拿东西。
小心站台空隙，注意脚下安全。